那怎么办呢？那总不可能重开了吧？那不是坑号主吗？咱不是害人不是吗？嗯，他是补刀。怎么突然就好了呢？那亏麻了，这个换血应该是没回的。小子太装了，再来找你啊！假装而已，你打得到我吗？给你身位，啊啊！啊！跪下！你们这些凡人，让我来吧。打断他，打断他！疯掉了，这武器！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！你没蓝了，你还能跑了？啊！回头又躲我的 Q， 还挺会扭的。他塔皮吃到他也不亏呀，爆你很肥呀。打到你要死了，早点出水银，水银很关键。等我黑铁做完，确保单挑能打过武器，我就开始出水银了。我的妈呀，就趴着死了，好像可以操作打吗？其实我能来的，可以打。大招又好了，没好。再看，再看，再看。他不要了，小龙得要，打这个吧。
想法挺好的，我先顶一下。 别那么怕呀，还行吧，超过神，居然第一时间没打，我还以为第一时间 rua 龙呢，你个眼。 我有冰刀可以追一下，你有跳眼吗？有跳冰，他移速不是很快，那我能追上。下波兵还早。 800块也不追啊！但是双挑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就打不过了。看是单挑还是双挑了？我感觉双挑也能打过啊！ 好像也不过如此啊！我还以为我会打不过，他好像是个小丑，我操，这么垃圾！我以为他跟我一样是个上等马，没想到他是个下等马，啊，不堪一击。 说我偷袭，这怎么能叫偷袭呢？这不是我埋伏的好吗？就这。 要不你们5个一起上吧，我怕人不太够杀。哎，这一下怎么没出来？还在那追啊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 压起身，有了有了，兄弟们，五杀，追他，回来，想跑啊？看你如何躲过，嗯，他都飞出去了，被我链子给拉回来了。
把蝎子卖了啊！我要来个纯种六神装。我操！我一秒一个亿吗？真的假的？那不要鞋子也行啊，反正一直在位移。反正一直在位移，这小子疯了！我操，这么肿啊，都要把我给单杀了，哥们儿，这么有实力呀，哥们儿。让我吸点血、啊、一刀嘎你的腰子，我嘎你的腰子，800点攻击力，我操，没砍起来、哎、哦，又到了我最爱的算账环节了。